没关系。一起啊。看，画的太美式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谁的、啊？佩宏的。柯佩宏的，对啊。哎，先来要给我钱。切蛋糕。我这边玩，我再去切啊。好。可以切大块一点，因为哈、哦，因为那天我们是有吃饭，今天12点吃，现在2点了，也可以了，点心。那个同学那边有咖啡哈、哦，自己去弄哈、哦。等一下，你要还试试。这张要给你，那个郭先生是一百万。艺术中心呢？对啊。他要做什么的？经营委托的，这么赞啊！嘿，要那个就是要帮人家，然后他很像也是你们学校的，也是艺专的还是南师的？应该是艺专的。那他认识你们艺专有好几个，你像台南某街，应该老师立版。他有来哦，还是怎样？不是，因为他刚好有一个画展是他是策划的。哦，在这里啊、哦？对对对。在我们国父纪念馆。对对对。啊，所以他来交给你。对对对。因为我跟那天刚好值班嘛，啊他。这个是要做什么啊？路还是桥还是什么？没有，都没有。嗯。
修养老师的大名是人就是这样很奇怪的，你有名很想要有名，爱有名又怕太忙了。